Hello，朋友们好，我是芳芳。今天我继续练我的钢琴，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我要是拿不下来，我这哎呀就不信心，不行，我必须就拿下来。所以这两天就主攻这支曲子，一定要把这支曲子练熟练。但是越着急越是这是坏，再不要看这个曲子，慢的就练好也不容易了。然后有这个粉丝朋友说是俺家都在讲个国庆跑调跑得太厉害，需要调音了。等他回来跟老公说一说。拿回来了，这是买的啥？买啥的？不能随狗你多少钱了？啊？车里向的房价钱？这是樱桃还是车厘子了？我也不知道这该叫啥了。你吃吧，你吃吧，我就这个就行。来吧。哎呀，就这吧，你吃吧。不行，嘴都得这个。不用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。不能拼。哈哈哈哈。这是嘴都得。那就买了一些排骨饼。好不好吃？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废话。哎，晚上他们就建议让我把国庆调一调音了。我放了，那也没拿恢复了吧？多少钱了？也不知道调一下的了。估计应该是300吧。300块钱不贵吧？我也不知道。不贵，那我有个推荐了个上歌舞剧院的调音师，那是300，我也不知道行不行。行了，要不让他说嘛，给调出来哈。啊。哎，是不是就是我个豆芽里头的那个了？我不知道，我的方式朋友给我推荐的。这不是调腔调音吗？那也没拿恢复了吗？我还没拿忘呢，那万一当然你恢复了，我再忘呢。是不是这个了？我不知道，那就是心断嘛。这关是一见过前几十，哎，那你倒给我找的这是找开，那个都蛮高，那你倒晓得主动给我找的。你废话。哎呀，你这你就。我想西厢都找的。你就当小姐，你比我还走的前头嘞！哎呀。废话，这不是昨天刚刚说的吗？这不是昨天11点。啊。昨天11点，这不是什么收费了？那也没拿说，我估计应该是300。还没电话。没了。买档那看能不能联系说，联系不说了就我给哪个我推荐的吧，给忘了吧。你忘了，你去也忘了吧，他不回复你就先忘了一个。你不是说哪个接了，还有一个是。哎呀，你好几个接了，老就谈着谈着就谈不起来了，就谈着就那就跌下来了，那就跌下来还得时间再按一下才能回来位了。那就是要是不弹不调琴，就把琴就坏了，时间错了。你他不是有弦拉的键了，不是？你就是不弹了，不弹他这个弦又在手里的了，始终在。咱们再吃了一撮时间嘛，跟他调，就那一直手里的，这不用浪费了，这样子是。主要是看给娃娃买还不用嘛，是不是？哎。那谁就知道那弹着后头不用了。以前啊，还能提拿着这个弹了，我是提就是一种羞耻，还不怕他不知道折磨你了，他不弹了，我给你弹，我弹的比他强啊，强，哈哈哈哈哈。来，我洗个吧，我给你洗吧，我洗吧，那你辛苦了，来我洗吧，我洗吧。